好，重新来过哈。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下次再研究一次小学果路线，原来左右边的差别在这。好，这次就直接奥匈帝国哈。然后历史路线，历史路线下的话，这样如果有兴趣的要抠笔比较好抠。嗯。还有奥匈帝国的劣势，没人，优势枪意外的多。呀、yep ，他工厂也其实也蛮多的，很意外，很神奇。但是没有钢，这样我们要抱德国大腿就乖乖抱。工厂，对。乖乖盖的程度，等一下，工厂的话啊，不是工厂，基础设施吼，先盖这里。哦，安安，这个人力吼，哎、欸，不对啊，我还没开始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大家我按到一下，按你我最后56个人都要榨干，哎，我 fuck。现在这个工厂数量也不能出间谍，好不？第一件事情，卡车。这个先不要，先用这个，因为前面很早要打仗。那我们走的路线就是奥匈帝国路线，一路左边呐、啊。这样下来之后，这边要，应该说。这个点完之后，要直接上，要上那个法西斯的政治家，然后加支持度。就运气好的话，这边，但是到这边之前都不能改政体，因为这个强调中立，所以你是这边点完点到这边之后，你就边打，然后你就看情况，你就可以转政体了，不用急着转。那我会建议走这个，走这边的话可以把。哎，不要看这个啊！把这玩意消掉，蛮实在的。嗯。但是我不用对匈牙利有什么太多期待。匈牙利这个国家本身就很烂，成立奥匈会比较好。对，一样烂。啊，开始啊，开跑！这有什么？我看这有什么？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是可以在那边刷人力啊。但我懒得刷。哎，第一个150要上。然后这个，接着可以给间谍啦，但是前面没间谍，所以算了。等我想看一下。先看一下我 Twitch 图奇后台。先把刚那个打到烂掉的档案先删掉，太丢脸了。好，第一个先上这个。然后继续往下点。我个人的印象是，理论上你应该点到这边，或是这应该点到这边或这边的时候，就可以转正题。我应该出一个，
那九个烤窑，苦难。然后在点这个之前，要先点到这里。点这个的话会跟他加关系。进攻。一个100先来去给这里，先来去这里用，顺便累积一下陆军经验。就一路往下直冲了，关，就是你现在重点就是一路冲到这里，你后面要走左右再说。是蛮想要有间谍的啦，但是，哎，穷。哎、欸，这个不错，牺牲稳定度换来支持度加成跟失忆人口加成，很好。可惜这不是每次都会刷出来的。这我倒是第一次看到，能存个档哦。这边的 PP 点数我想要累积，累一下，存个150，先上玩游比较好。哦，这个要先点。150，好，100我上完之后就是存75点这个，然后再存好像100还50，再点下一个，不过先存75，准备转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靠腰这边缺补。What the hell？是哪里？我看一下。哦，你们居然缺补给！我的天哪！好，现在就转了。这里的话，我会想要点这里，点这个，试试看，试试看这样会不会爆紧张度。应该是不会啦，该吧？应该不会吧？75号不要乱花，这个先75先点，先点这玩意儿，点了之后我看到多少，公投100哦，好，要100，就是175，不要。他们知道我们要干嘛，直接过来。囊囊，那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，我们是打，不如我们直接打，赶快把这玩意儿消掉。我们拼个齁，拼个轻松取胜。但现在这边没办法走，先点这个。
越早打完越好。我们这样会炸多少？看一下，0.3 OK 的啦。有有有，有破有突破的感觉哦。是可以攻投啊，但是我想要先加一下战争支持度，因为等战争的时候涨，所以越早弄越好。然后上下就尽量一直冲卡他的部队。不要让他部队移动。好呀，你看，他们就是卡到我们的部队，所以我们部队动不了。哎，真的哭啊！快点！哦。看，正在闹哎！哇，有点亏哦。啊，走不过去。这里就胜仗，他走不过去，真的是。哎呀，看太，我也不是太小看匈牙利，是不是太小看奥地利？是我太对匈牙利太有信心了。匈牙利就是匈牙利战斗力差不多这样。哎，还是放过来放给他打算了。哎，干，这个档案怎么那么久？哎，靠腰啊，好不？那我们这次换个走法。等他进来，我们再过去好了。换个走法哦。那前面跟他硬碰硬，显然不是问题，显然是个大问题。嗯，改编制啊，有枪了，大家都拿起枪了，很好很好。好，来武力攻取。把他困在，看能不能把他困在这里。哇，不行！
欸，有成功欸，上野成功。哦，他放到后面打，果然比较实在一点。我们把他的有生力量包围。他被他卡在这里。BJ， 印度拉什罗基斯，乌托西塔什克，印度拉什罗基斯，把他部队包起来。BJ。这样，哦，包围网成立了吗？Okay, 快快快快快啊！可惜。欸，靠腰，刚刚怎么还有一块地？奇掰啊！把部队关在这里，但我们自己也没什么部队，把他撑下去踩地哦。啊，部队包围成功，就是不要让他们出来就好了。啊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开心，开心！啊，还要在70天之内结束。然后现在就看了，也可以直接转正题。哎，不行，还不能转，呵呵，够高，那我也没办法啦。哎呀，现在可以出间谍了，没有工厂了，哎，这边往下点。然后间谍赶快出哦，拉个关系。第一个150，我想一下。哦，那等一下这个好了。我们打转法西斯就可以直接跳这个。直接跳战士，忍一下，忍一下，快过50。トラコゾ。等再出一个，所以哦，这样就对了。
50%我才能转。要个汽水。哎呦，这个不错。咱们先去杰克那边看一下，来跟杰克拉个关系。改善关系哦，越早弄越好。哎，太看这个点错了。然后在点这个之前，一定要点这个，这个会加评价，会加跟他的外交，所以基本上必点了。好像高于50吧，有了可以点了，好，点开点，民工头，点了之后，转战职经济，哎，这个还不行，可惜。一二，可惜要35。我刚刚怎么知道奥地利的？用直接打，用这个打，直接选他。然后我的部队编制是一开始那个改成5部，这个把资源装备拔掉。为什么不公投？因为要消这个，要消那个民族精神、国家精神，先把那个消掉。打仗可以直接消。那什么特利亚农条约哦，为了要消那个，所以要打仗。因为我之前都有点公投，到后面打的有点飘，很有危机感。然后我说我这次先打看看。我看网络上面很多也是说先打会比较好，当然不影响啊。我个人觉得影响就差别，影响比较大的是你工厂会比较好，比较容易，比较早开始运转，然后人力会比较多一点。嗯，你到后面是一定要打仗的，你这两块地你一定要打，也没什么好选择。那我们在38年之前一定要跟捷克拉好关系。我的王子，我走法西斯啊，那就可以加那个了。看一下齁，走法西斯这样就可以加轴心国了。他有王子，他有成就，那也，哎呀，那就不要转了，不要转法西斯就好了。只是那个就要割给他，对啊，我是选哈布斯堡，哈布斯堡转那个就好了。还有，等下我看一下他成就，因为你是要走成就的话，等下我看一下，如果他成就是规定要中立的话，那就不要转了。选哈布斯堡也可以转法西斯政体啊，他只是。那个人会换而已。那我先看一下。如果你是要解成就的话，我看一下，我先找一下那个成就，它条文是写什么？匈牙利？不是啊，没有啊，要看他，如果他成就有。成就搞不好有写啊，他没有写，他没有，应该说他上面写的是作为匈牙利重恢复奥匈帝国，可是奥匈帝国要的地好像啊，为什么？
来来来来来，我找到上面给的图是，给的图怎么那么奇怪？在哪这些地方？傻小。哦，靠背哦，他那个啊腰修哦，他那个是要走完这些，所以约旦那些也要拿哦。让我想一下。因为大家也要拿，那就是，那我想一下，那就要先打意大利，先打意大利的话，看一下哦，那就是我们要先加。轴心国，然后拉他去打意大利。对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会比较好。然后帮德国把同盟国干完之后，再去打那个。如果是，因为如果是决议的话，那简单啦、啊。可是如果你是说这边要走完的话，那就有难度。那决议的话很，决议的地蛮简单的，决议地也才就老地方啊。啊，不管，那先这样分。那我也没想到要，我也没想到他是决议，他的地是要走完国策数，那也没差，反正就先走吧。先走这个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看他关怎么那么差。哎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三要求。哇，比之前还惨呢。更危险了。我想一下，因为现在这边比较尴尬的是，现在点这个一定不会有用。不过他应该，德国应该快要吞了，不然就是我们要加阵营看看他要搞什么路线。哦，加阵营不会扣他，我们跟他外交，那还好。看一下，我看一下他走到哪里。等他点这个的时候，我们要跟着点。跟着点这个，最好的方式是，想一下哦，那继续走工业好了，先拿个科研草也好。
啊靠，这个忘记走。好、哦。烤腰。啊，我。先慢慢往上转好了，陆续先把人炸出来。我们一边要盯德国的国策进度，没有啊，苏台德应该不用拿吧？要的话，也就是。我要走合成橡胶，好，合成橡胶可以。要走合成橡胶，我们可以再往下点一个。先哦，陆军改革，好、哦，走陆军改革，我们还可以再点一个别的，哦，两张哦，不要，我先往下走好了。嗯，好，先拿工业卡。至于间谍都抓得不错的，人口再往下刷，靠，人力真的很少。那我们的军队先布到捷克边境施压一下。我刚现在在想，如果要让走的话，那就是我们先拿同盟国地，同盟国地拿完之后跳，不能跳出来，帮他干完英国之后，哎，怎么帮他干英国？比较严重一点，我想一下，约旦在谁手上？我看一下，
约旦是算英国还是法国？算不重要了，他们现在已经是同一个了。看一下，哦，他是到这里哦。哇，刚好英法都有。我说，如果只要其中一个的话，搞不好可以考虑开局快速转法西斯，然后去跳法国。但是两个都要的话，会有点麻烦。哦，哎、欸，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哎、欸，还要直接淡泽与战争了，他直接跳了，这么快？哦，现在跟他关系那么差，我想点看看呢、欸。我先试试看，我看关系差的那样，应该也不会加入我。不知道会怎样？哦，哎，那我知道了。还有那个补外交补正，我跟杰克买东西还可以拉一下关系。我不知道杰克有没有得买，有哎，涨多少？哎，没有补回来，可惜。哎，刚我现在枪不够，哎，不是枪不够，人不够，快没人了，人在往下压了，尽可能把人拉出来。哎呀，贸易伙伴加一。那一次只能加一而已，不然我就用全部工厂去买，但是也买不了多少啊，这是重点。啊？换？我打黑哦 ，RNG 哎、欸。大小，我感觉我的智商受到了严重的侮辱。我前几次辛辛苦苦拉外交帮他打仗，他弄一堆狗屁东西，结果我这次随便一点居然成功了。三小 ，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？我也没有特别走什么，我特别走了什么？我想想，没有啊。他甚至还没有点，他甚至还没有点这个、欸、因为理论上是他点完这个之后，你跟杰克讲，他会把书台的割出去，然后他会跑到你这边来，那个成功率会很高。对，一样五步，我五步，嗯，我现在不确定，我不确定变数是什么。我现在唯一的变数是。我没有第一个是我点这个，这个是确定会加外交。第二个我跟他买东西，第三个我前面是选择打奥地利，同时那个条约消掉了，就这三个地方。唉，等一下，不行不行，
我现在要去看游戏文件，这个我不能忍，这个太白痴了。我要看游戏文件，我要直接去翻文件档里面看他写什么。因为他一定会写条件，只是他的那个 event 不知道是哪一个，这是好问题。等一下，我找到，我再切画面给你们看。是 DOD 1吧 ？DOD 1的话，看一下，他的那个条文不知道是哪一个。看一下哦，他跟杰克的关系，我看一下，奥匈帝国啊，十到他的 ID 是10到19，所以理论上，10到19，看一下，哦。ID 10到19什么意思？我看一下，1到9，1是什么？哦，好，哦 ，ID， 那我先往下滑。靠呀！啊，我找，应该找到了。我切一下画面，这在那个 event 里面，他名字叫这个。哦，还没有，大家真看不到。我看一下哈，78 protect， 这是跟他要他那个要保护他嘛，然后 agree。哇，这个变数很长哎！看一下，我看一下他同意的话是哪一个？同意的话应该是好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哦。应该是这，主要是这一条，看一下，这边就是我们点那个保护捷克斯洛伐克这一条，然后后面的话是，他应该是说这个。这个应该是这个变数大于20，他就会接受。然后这边是 GER 是德国，德国要求我要的话，它会比较高一点。Over， 哇干，哇这玩意真的是。有点，这是有点 RNG， 你要甩那个，但是啊，让我看一下哦。哦，来了，好。这个应该是指，我应该是指那个国际紧张度，国际紧张度大于20的话，它会增加那个几率。然后他们在国际紧张度大于20的话，它的这个变数
会增加2。如果没有，如果有在派系啊，如果没有在派系里面的话，也会加2。对，直接并吞。没有，他那个变数是，假设好，假设他这边是20，然后如果小于20的话，他可能会变成你的附庸国；如果大于20，应该就是直接加入你，就是直接并吞。所以这边写的应该是说，如果紧张度大于20的话，他这边会再加2。然后没有，如果他没有在拍戏，他没有在一个阵营里面，也会再加2。如果德国有点了一些相关国策的话，他会加10。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写 Oshel， 好，就是如果德国点了索要、朱台德跟慕尼黑会议的话，他这边会再加10，也就是说，所以他点了这两个，这边会直接加20，他的这个同意程度就会飙高，会飙升这样。所以这是为什么要，通常都是等他们点完了，点完索要书台的时候去点，几率会比较高。然后现在都是有点 RNG 这样，他就那些东西点完之后，你就是 ，Yep， 啊，所以里面也没有写到什么啊，应该这样讲，就是能知道的，能知道会影响的变数大概就那些。然后下面有写哦，下面这是它的几率吧 ，option。不过这边我看不太懂，这边什么三，这边我就不确定了，他们写的很杂。像这个是附庸嘛，这个应该是并吞，对，这个是直接并吞。所以，但是这个条件是要看上面，所以这边就不用管。11、12、13，这个就是他拒绝。好，现在看我这边看的有点莫名其妙。好，我们回到游戏好了，回到游戏画面。好，回来游戏画面。所以说，如果德国点了这三个的话，应该理论上应该是这两个，那捷克那边的同意程度就会飙升，会加他的几率会增加。最好的方法就是他点这个的同时，我们就跟着点这玩意儿，同步推进，然后德国拿走出台的，我们就拿这边，他就会并入我们。当然，这些点完之后是几率比较高。像我们刚才看到，我什么都没点，他还是同意了，这就是几率问题。我看了一下后台，他好像是写，现在看我网络上面，他是说，他说如果国际这个，全球紧张度超过20的话，捷克加入我们的几率是 50%， 小于20的话就是 33%。我刚是 33%， 刚好塞到他加入。那如果超过20就是50-50的几率。那如果德国点的话，他的几率就会飙升到80-90这样。好，反正啊，这样我们已经拿到地了，就 ，Yup， 开始打仗喽。这里的话就选这个啊，南斯拉夫没什么好说的。干7哦，啊死了，这个宣的会出事，宣的原地爆炸。
想要走这里会比较好。啊，靠腰！那我刚不应该把部队删掉？啊，算了，龙鳞建军吧。那部队重量多少？我们需要那个借口，要点个战争借口比较好。20K 哦。看这要多少？20K、25K。啊，靠北刚不应该三部队了，怎么办？要不要独挡呢？独挡塞龙一下。好，我想独挡，我独挡看看，但是这个顺利的答案我还是要存一下。我们要开田网，我就玩爽了，我不知道。我看一下。所以他加入之后，我们紧张度会飙哦。啊，那紧张度怎么瞬间飙到19？嗯，对啊，你看这个也是刚刚好。然后我们拿到他们部队之后，就可以点，直接点这里，直接宣称拿一下。我转一下应该还好，哎，还好。Indu Lashra Kis Kisan Alok Kisan Alok来来来，开点开点。嗯，跟谁买好呢？哦，葡萄牙好了。开始出飞机哦，头痛。嗯，王老柱想在我们拿到他们的这个好东西。我要先把元帅换掉，这个比较好一点。啊，冬季专家，拜托。哦，可以拆除他的要塞。我赶快冲过250K。训练一下。练一下了。打五步打天下，他们不会动。
赶快点到这里，然后用这个去宣南斯拉夫拉罗马尼亚进来敲他。计划是这样。啊，对哦，一个工厂可以拿去出个中坦，我要出这种最便宜的，我说改装比较好改。靠，那个要死，防御加成，好吧，算了，有防御加成我也扔了。嗯，不一定，因为还没过25%。就我们要快，因为我们用那个宣，我们有那个宣称宣的话会比较好一点。哦，哎，这个好啊，这个好，这个，哎呀，干脆加二哦。加二的话，我想一下，哎，加二会不会爆啊？拿一下这个。等一下，靠腰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刚刚那是有人追随。但不确定是谁，不过感谢你。会跳调停的话，德国吧。啊，好，也转了，没差。嗯，但还是要打，所以没有怎样。主要是还是要打啦，所以。这边的话就布防，反正就是运气啦。就运气啦，我也不知道讲什么，那很多东西都是有点 RNG 概念的。他就33%就刚好塞到啊，而且我刚去看了一下，我也蛮意外的，我以为只有10几%，原来有到33%。嗯，33%那几率其实也蛮低的，而且我也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是变数，还是他开局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好了。对，所以解成就运气了。尤其是解这种鸡巴垃圾国家成就，你要真的认真去解，你头很痛。那我拿那个去打架了。先看看他会不会，这个应该就没办法，这个就是给那个了，要乖乖去打了。靠，跟我偷运输机这些，太个派气哦。保加利亚来也，成就有70%都是要搞你的，搞玩家的那种，要搞玩家心态的啦，所以，嗯，好，我们拿了一个这个，还有两，我们现在可以宣，直接宣他啦。靠，要收复也要6点哦、喔，
干完了，大爆炸！我们这样紧张多，我们制造一哦，制造一的话应该还好，因为没有过十，没有过十的话，理论上我记得没事。不过过二五好像会爆毒。嗯，那我先试试看好了。嗯，因为我们 7.1 还没有过十，没有过十的话，同盟国应该不会有事。Yup。然后，因为我们是打南斯拉夫，他拉罗马尼亚进来不会有事。那我们这边就边练吧，去练兵。哦，拿宣称来拿。看他多久？3月6号，那也快了。3月6号其实蛮快的，咻一下就到了。哦，好久没有玩到那种血压飙升的感觉。每次玩匈牙利，就是心脏跟血压在飙高，心跳跟血压直线上升，但是获得的成就感不成正比，一个吐血就去了。干，真的是！3月6号，哦，吓我一跳！好，看到东西跳出来，我心脏。就漏了一排哦，哎呀，闪兵吧，那闪兵偷跳，不然没办法，乖乖等3月6号。哎，降还降下去，那还好，那应该是真的不会有事了。不知道怎么降一耶，看一下为什么会降好了。哦，他保障他独立哦。哦。那我们这边就先开打了。越早打越好了。是一个趁他需要他命的节奏，然后这边都5步哈，然后他拉罗马尼亚进来。很好，罗马尼亚有割掉一块地，应该没什么战斗力，我们就也不用推啊，前面就啊没有编，没有什么编制，编制就5步啊，没有什么编制。打这两个菜鸡国家，匈牙利还是 OK 的啦，还就打这两个强一点而已，其他都不太好。
Zung.会吗？我觉得不会难打啦。如果匈牙利的量体一挑二，挑他们两个还行啦，他们两个也不是说就是，个人觉得还好啦，不算很难打。有其他更难打的，这个我觉得好，我还可以接受。不加轴心哦，不加轴心应该也没问题。只是我记得我们家轴心好像会加捷克的同一机率。好，我这边讲一下，因为我们还有意大利要打嘛，那我们就干脆直接打意大利。我们这边直接先宣看看。啊，他能怎样？英国会保住他吗？不行。那我们迟早要入战争的，因为波兰有地。玩意大利那么烂，把他打掉是希特勒应该高兴才对。你说谁真的很烂？意大利吗？啊，真的很烂 ！AI 控意大利真的蛮烂的，我强烈怀疑他们有把他做烂。因为 P 社写代码的时候会调，有调那个，他会调一些 AI 的行为模式，他可能有调过。这个最明显的调过最明显应该是之前的苏联了，苏联他之前不会升级枪，我觉得鲁苏比较严重，鲁意识还好。好，这边一路平推啊，还想怎样？还想反抗啊？操！好样子哦，穿插战法，部队数量多就是可以为所欲为。就一路一直绕绕绕绕到你开心为止就好。你偷了什么？什么都没偷到。退轴心哦，我没那么早要退，我想先打完意大利再退。
parancsok. Leállítani! 打完应该会退吧，因为应该说我个人啊，我这样想的话，最理想的情况下就是我打完那个他在打苏联的时候，我退，这样会最好。 来选，哦，没差，对啊，就是应该说帮他打完那个，然后我们拿完地之后再，主要另外一个问题是我根本不知道我拿哪些地啊，这问题比较严重一点，我个人觉得，都要来不及了，干太慢了。 唉，我们打我们自己的吧。没办法。但是如果不解成就的话，这个打法 OK。解成就的话，应该就要别的打法了。 应该有特殊打法，就是要找战啊，然后看有没有一些趋势的方式。靠，我点谁？哦，我没有东西点。对啊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，因为希望一烂吧，找战你也打不，找战给你也打不赢。 这个真的不是玩家问题，我觉得因为匈牙利本身就真的弱了，可以讲。打那么久，好像打太久一点。 会啊，应该要重做啊！意大利的国车真的太旧了，好像五年还六年了吧，就是从开局到现在都没改过，都没动过那种。不过它强度是有的啦，也不能说强度，就是它的东西就是简单好用。 你也不用花太多心思，你就是跟着德国走就好。匈牙利没有很久，匈牙利已经改过一次了，啊，不是改过，应该说它就是 DLC 国家，它那个就是早期的 DLC 靠腰，哦，完了完了完了。 哎，怎么按到？哇，他连到七一哦，什么球？我点吗？啊，干，可惜没点，一路平推啊，不啰嗦了。
Indulásra kész. Támadás alatt. Visszaszorítjuk őket. 要国策救，所以玩起来真的蛮无聊的。Indulásra kész. Visszavonulás.其实这次打比较慢耶，跟以前比起来的话，不过差不多啊，反正不走成就的话，慢也没差。嗯？会吗？我觉得推起来还好，没有到不会到难推。 哎呦，这个哎，终于练一个这个出来了。你前面有吃掉他的DL，他的攻击实力会降低，然后会比较简单一点。 真的蛮好推，就是你也不用干嘛，不用特别控就，乖乖去控就好，乖乖让你的部队推一直冲就好。哎呦，砰，88了，对啊，现在有点慢了。 不过也没办法，因为没有时间选呢、啊。因为我重点是要先成立奥匈帝国，成就的话就要再另外看路线了。 应该说这个走法就是哦，你正常要成立奥匈没问题，但是成就要另外的打法，嗯，成就打法都会比较麻烦一点。不然我以前有一段时间我也很热衷于解成就啊，那这那个这。 真的太累了，我就不想玩，玩到后面就会把我对这个游戏的热情磨光。啊，打完了，啊，完，这边也不用囤了，反正这边到时候还是要割给他。想下这个要不要放出来？ 这边应该不用吧，这边不强求，应该不是。 不用，好，打那个是我的核心猫。第二个问题，也不是，我应该不用打。哎，重建奥匈。
啊，这边乱变我的核心了。嗯，好，第二个问题。哎，我来看看。这边我想走民用、欸。嗯，算了，走民用好了。好累哦，好没有喜悦感，笑不出来。真是笑不出来。因为现在问题是我人力会变少，所以要玩的话应该要用炮会比较好。玩步炮流比较适合我们啦、啊。把罗马尼亚放出来就是为了抽他的石油。啊，现在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要守的航线这里这一条。我们弄个比较大一点的编织，好，这个就弄成主力石。靠腰啊！靠，心脏好痛啊！什么路径经验没有啊？靠，别全部去点那个哦！发自内心感到叹息啊！一吸又要歇息，哎，被这狗东西气晕。乖乖守港口吧。把这个先过来，等一下搞不好还可以跟他打一下希腊。应该说，如果介入战争的话，就是一定要帮他打希腊了。好了，该进去了。运气不好，还要帮意大利去守哎、欸。破鱼烂虾，废物点心。这个是海哦，防海边的吧，那应该还好，两个一级应该就够扛了。请问是哪里在飙？干，这里不是我靠北。你奥地利打不赢，奥地利回头放。打，我刚好有留一个打奥地利的存档，我现在独自打给你看。嗯，我看一下，应该是36，啊，应该是这个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想一下，应该是10月的这个。我看看，你是说你匈牙利打不赢奥地利吗？哦，对了，这个没错。现在是10月8号嘛，等下70天往后跳2个月，36，哇，那应该这个。来哦，看一下，前面3格放给他，这边先点。然后我的编制是5步，这个骑兵4骑，把资源装备拔掉，这个都没有点哦，然后直接开战，等他过来嘛，等他过来，他部队会集中到这里，这个时候取消，往前推，用这3步先卡他，然后你这边就对。他这边剩一步，你就用这个去撞他就好。啊，这边要一直卡住他哦。
好，超进来之后就简单的了。这两队骑兵一队走上，一队绕后，然后分一队这边分一队往上走，速度降慢一点。 啊，这边继续卡他哦，这边想办法不要让他走太快。哇，他走过去了，可惜。走过去也没有关系，绕，继续绕，然后继续绕，继续卡他。他后面部队陆续踩那个胜利点。 这边有50的话，可以点个战争宣传。这边继续卡哦，还在这边还在卡哦，不要停。他部队又往后推一格，你就是再往后打。他刚好这边卡住嘛，我们就先拿这边，把部队关起来。然后上面可以看到这边有一队，好，好的。 包起来，准备看能不能运气好，先打穿它。有运气不错，运气不错，这边三队刚好3个地包起来，然后后面骑兵走比较快，所以先让他去冲，先让他去踩点。这里这队踩完这个。 踩完风耳狮之后，绕上来包3D10，然后这边就继续困住他就好了。应该可以加个速。 哎，打赢了，好，然后就全吞。啊，就这样。所以重点是，你前面先往后退，让他进来，然后卡住他部队，从旁边绕过去。好，我们回去面对我们的现实哦，面对我们的惨痛的现实哦，好不想面对这个档案，头好痛。 我们打多久了？忘记忘艾尔登了。<笑>好了，再玩一下先。先想早点睡。好，我们先厘清一下我们现在处境。因为我们现在跟同国开战，所以先拿这边会比较好。但是意大利那个臭鱼烂虾，我们也拿不。 应该也拿不太到手，唉，真是哦，我们就尽量打了，看打到什么程度。不过我觉得最后结局应该就是德国被迫提早宣苏联，然后在欢笑声中打出 GG， 对。 杜海，这还重点？怎么抢制海权？玩下这边炸个船吧，看能炸多少。应该说，怎么讲呢？这一局应该算是我玩过最顺的一局奥匈，但我还是开心不起来。
没吃完奥熊会开心起来耶。没吃完头都很痛，现在头还是痛的。这个我最好点一下，有吧？战场资源空二加10%比较好。我现在不能打意大利，因为我现在退出轴心国会，我现在也不能退，因为我已经加入战争，共和作战时候也没办法。干，不然我也想打意大利，我也想把他干掉，但是没有办法。哎呀，真的是。乖乖走这里好了。我倒是想打维希法国啊，老实讲，如果真的要我讲的话，这边地是怎么回事？我 fuck。我们要出大编制的十二九，大编制十，我想一下，出步炮好像也不划算。这个给他塞。资源炮好像也，够了，好，那给他塞一下好了。我应该出装甲师才对。缺人力的情况下出装甲师是比较好的选，应该会是比较好的选择。那还是蛮白痴的，我不知道怎么出。哇，这边登陆，然后顺便讲个小技巧，我前面出这个最基础的底盘吧，就是因为我到时候改装会比较方便。对，到时候这样改会方便很多。要多少？22。按揭84，30，干。好。啊，真的是。应该至少40-50啊。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要去练等了，练一下我们的陆军经验。但是我们没有地方练。出个伞兵吧，大家准备跳一下，跳跳的。这里要防好，因为到时候意大利会悬，建议守一下。如果可以的话。我做所有事情都在防意大利，仔细想一下，都在预防他崩盘之后，我要如何接盘，全部都是跟他有关。
哎、欸，给我这个不错。好呀，完了，买不到橡胶了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出大事啦！这个不错，又想偷登录，滚！这时候可以开始改装坦克，来吼来吼！让我看，衍生型，然后老样子出个超厚的机枪，机枪，嗯，要多少？三四，而且要多个五，多个钢哦，不划算，不划算，小心加农炮。突破三吧，这样极限了，4.0悬挂可以换一下，如果真的要的话，好，就这样。然后这个底盘就继续出。哎、欸，靠，要干掉！靠，这个换掉啊，鸡掰啊！哦、啊，我按错，啊，没换到。不旧底盘会比较划算一点。应该说，你用旧底盘去改装。成新的会比较划算，你同时也可以保有你的生产效率，那会比较好一点，应该这样讲。所以我应该开一条新的产线哦，对，好，直接开新产线才对。这样，1.9靠杯，太低了吧？这样42，好，42可以接受，12.72还行。
占多少？哦，装甲来到84。好，42。这里的话就是读这个嘛，然后这边会写一个，从这边改装成它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边的产线移掉，再留三个吧，然后剩下全部给他。他这样改，他这样是用同一个东西，就这边出完之后会改装过去。工头加入哦，好像也可以啊。改装过去的成本会比较小一点，然后你那个装备量会比较高。好呀，还有口吃这个，给你吃运输机，运你妈！哦，还要给我一个3D 四哦，这么好啊！这么开心！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苏联要打谁？他要打谁？他打我！哎呀，还跟我抢！哦呦，那我要小心了。嗯，他是跟我要吗？哦，跟我要是不是？没有，他是直接选的、欸。不是他，因为他那几块地，就哎，刚刚吞那么，他要那么大块哦。我不确定，因为如果是国策要的话，他应该不会选呢、啊。没关系，我先盖要塞，先把前线要塞盖好，盖满。靠腰了。没差，我这边就塞满就好了。因为我不确定，因为如果是他要割这两块地的话，他是直接跳，他应该是直接跳时间出来。哎、欸，我的战争制度蛮高，意外的高。这个要拉走。哦，这样比较好区分。哦，有吧？哦，没关系，他先宣了，呵呵。哇，德国先下手为强哎，想不到吧？好，我这个先撤掉，然后，唉，然后我出装甲师也出不出来，胡霸真的是，啊，用这个改好了，用这个改应该比较靠背，啊，点数不足不能改，我、哦、这边炸那么开心，要炸到练等练出来了，练一个王牌，那么开心。
他是哦，他是针对他哦，拒绝啊，啊没差，反正都要打了。哎、欸，靠，我不是拒绝，哎、欸，我按错了吗？按拒绝。哦，他是跟他咬，为什么？等下被强制拉入战争了。嗯，奇怪，哇，这游戏越来越奇怪，手机坏掉了。嗯？什么东西？你开啊？什么东西？啊？什么早就什么世界奇观？德皇，然后加意大利，看、哦、又是一个世界大战等级。BJ， 我来看看。好了，开，加入加入了。小我想一下，主要怎么打比较好。哼，哇，你这是全世界开战呢。哦，然后现在怎样？大家都静坐就对了，静坐站就对了。日本打美国，同盟国拆战。那这样不就那这样就等于全世界已经开干了，全世界开干起来了。你是几年的时候？不过那应该蛮快的。如果你有你是加大东亚的话，那应该很快。你不是大东亚，就是你介入中日战争的话，那应该是很早、哦。哇，这里我要想一下，不要再出这个。可以出几台？啊，日本，啊，不是日本，英国点重拾殖民。欸，那有搞头。还是他应该，他好像要到后面。同时知名路线，我觉得到后面才会换，他到后面才会拆掉。我也不太记得。嗯，好吧，算了。现在。我想想现在怎么办？哇，登陆本土已经就没得打了。日本本土不会放太多兵，我连那个中国都可以登陆。
应该快了。日本又要去了。要保加利亚要加进来了吗？靠，这里完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靠，钢也太多。等坦克出来再进攻好了。好，这样。那我对他也不抱什么信心。15，呵呵。装甲厚度42。哎呀，我看一下我们那个，他那个是平均下来吧。48，48其实蛮高的，应该算高吧。海电影，美国电影对啊，输了才奇怪。再捞一笔。杰克拒绝蛮正常的啦。那奇怪啊。杰克同意反而比较少见 ,33%, 如果紧张度在20以下也才 33% 的几率而已。把我们机会包起来。哎，有机会哦，前后夹一下。啊，没了没了没了。可惜呀。欸，有没有机会关起来？让他走。好，我们一直换人进来，有机车啊，吞，至少吞掉了，终于。啊，吞一个是一个，一步一步慢慢吞。
我这边打不打得穿？打得穿就好了。哎，打穿嘞！绞杀啦，包围吞地啦，愉快的愉快的踩踩乐，练等环节。步兵哦，看这样不错，但是决战又很废。哎呀，真的是尴尬了。不走这个，是我直接趁现在转决战，现在转决战才是傻子。又有灯，灯不停是吧？啊，没有保修，干！哦吼吼，超级大饺子！还行。这个要开始转，不，最便宜底炮，最便宜底盘了，讲错。但其实苏联 AI 蛮会绕的，他看到战局不利，他直接他部队就开始跑了，蛮聪明的。修炼。
快点！全力攻这个点，这个关口关起来就赢了。啊，好开心！再吞一队。哦，这边船炸怎么样？会不会把我飞机炸没了？还有，还有就好。好，分掉了，保加利亚，哎呦，派远征军。他练到什么？哎，这个好。我们这边吞很慢哦，慢慢吞，慢慢吞。缺，我看这样缺什么？缺卡车，还缺炮。那我先弄到30块就好了。这样呢？好，这样可以。卡车数量就不太够。哦，日本宣战了。缺乏补给。啊，开心！再吞一块地。靠，缺什么？缺东西是吧？啊，干，算了，我要休息了，不玩了，不玩，好累哦。我的奥匈帝国都这样了，算了，每次奥匈帝国都这样，哼。啊，睡觉，今天早点关。